舞龙不太一样的是，当中的这些舞龙手呢，是一直不断的这个来回穿梭，而且没有打结，很厉害。而且刚刚还有一招叫神龙摆尾，哈撒就甩出去了。然后那个尾巴那个同学追的是非常快，在哪里啊？来来来，燕文是不是？刚刚花型下面逮鸡，可能放太久，吹冷气吹太久，他盗汗。他活过来了，完全不听你，啪啪把你甩掉，可是你还追得上哎、欸。其实有没有过程中，有时候那个棍子就会打到前面几个人的头。嗯，今天算是游戏呢，没有打到。哦，没有打到，哇，真的是很辛苦啦，是不是？练这个有没有变更壮？景慧，有变瘦，没有变更壮。有变瘦哈、哦，哇，哎，看起来好像衣服很宅，但是很厉害呢，哈哈。有没有变得很壮，然后体力变很好的感觉？有。真的吗？做什么事发现体力变好？运动啊。哦，不错不错，你看这些小朋友，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第一位表演者到现在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台湾真的是小小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在各类的技艺比赛发出大大的光芒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把这些中华文化都放在心里，不管是跳街舞也好，对不对？有十面埋伏，最后这个舞龙青铜枪，青铜枪，你看每一个人都这个充满了这个朝气，精神抖擞，再一次掌声谢谢他们，也谢谢今天所有的来宾，别忘了加入同声准时收看我们的桃子宴堂。看台湾去世一箩筐，可是后面会有后续的地震吗？他还在整理行李，全部打包好了，小孩子就说走，我们回巴西，所以他就跟我爸提离婚了，就是地震关离婚了。我们巴西穿得很少，坐公车都可以穿比基尼，所以我来看。妈妈也是很火辣，我妈妈都是穿迷你裙，然后去海边哦，她都穿那种铁丝的耶，铁丝比基尼来这里被警察带走，铁丝比基尼啊，台湾的比基尼，天哪，笑死人，还有。黄昏的故乡西班牙话怎么讲？我妈不知道呢。这礼拜我妈妈在外国过生日啊，我打电话回，就讲啊，妈咪生日快乐。伊讲好啊，你唱歌，生日快乐。我讲啊，哦，我袂记得啊。我查囝时阵叫做细汉啊，啊，我查伊，我婆婆伫外口，伫如何伫等啊？伊讲啊，囡仔是咧教啥？啊，我就讲，我来讲，囡仔来讲，我多啊。独特料理，众人看了惊慌失措。里面的该有的都有了，什么？该有的头啊、脚啊，就是。马哥完全不想看这一边。有没有哪一位敢吃？不要！哇塞，这是什么啊？我两个女儿一看我煮这个，两个都跑了。她说蟑螂的味道好重。蟑螂。这一集通告费不要拿。现在要退通告啊，来不及，头都洗了。